终于拿到最新的三个金钛金属式手机了，开箱。这个就是最新的三个金色啦。最新的三个金当然要配翻最新的三个金系列啦。Moments 推出了一系列的三个式产品。Moments 推出了两款手机贴，一款是高清，一款是防偷窥。安装话咁快就完成，配埋佢哋嘅镜头贴，咁就完美啦。Moments 一系列嘅手机壳，今年仲推出咗最新嘅挂带绳添。Moments 3M 防撞手机壳，透明嘅设计可以操到颜色之余，仲可以全面保护。试下佢最新推出嘅功能先。放大缩小完全冇问题，而我最喜欢就是这个 Wola 的系列了，因为它可以当一个指环套，另外也可以当作一个 stand， 配合超薄的 power bank， 一拍即充，还有5000、10000、20000的 mAh 任你选择。喜欢煲剧和听音乐的你，一定要配这个无线小喇叭，它还可以当 stand 用。新推出的 iPhone 没有插头怎么算好？这两款插头就啱晒大家了，细细粒容易收藏，再配合这一个磁吸线，收纳非常之方便。去旅行一定要配合不同 Watt 数的 Travel Adapter， 部分的 Travel Adapter 还要配合这个内置的充电线，去旅行真的超方便。这款磁吸的卡片套可以放到三张卡那么多，而且它一吸即走，另外还可以当它 stand 咁用添啊，打直打横完全冇问题。想要揸实部机，一定要配合埋呢一个磁环。另外呢个磁环仲可以当埋个 stand 用添。有咁多唔同嘅款式任你拣，全部带晒翻屋企啦！